手游酷玩。下面这道题有两种解法，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解法。憋不住了，想放屁怎么弄？这是谁放的屁这么臭？不好意思，我有可能吃坏肚子了。老师，你再不管管气球僵尸，这教室里就没法待了。气球僵尸，你要是再放屁，我就把你赶出教室了。老师冤枉啊，我又没触犯课堂纪律，只是不舒服放了个屁而已。挖掘僵尸，给我在墙上挖个洞出来。气球僵尸，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了。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种解法。放屁，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